如果您要逛超市，您要刷卡的话呢，请您把护照和信用卡，因为他要看是您本人的卡对上之后才给你刷卡。因为在阿根廷的法律呢是说，如果是盗刷的话，店家承担责任，店家呢就谁刷的谁负责任。那所以他们这个收银员呢，这个一般他都是要对您的这个身份是您本人的卡他才刷的哈，这样就会避免盗刷。所以您要刷。